林俊文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让你陪我去我爸的别墅，不是为了让你黑他的电脑盗取他的账户的，你是为了帮向东，是不是？要不是今天小卡站出来，你和夏……你既然知道了，能不能给我机会解释一下？我今天来这不是跟你谈论这个的。那你想谈什么？你口口声声说让我相信我自己的直觉。 但你根本就不相信我，你也不相信我爸。如果你父亲真的想息事宁人的话，他就不会这么置人于死地了。我根本没有盗取你父亲的账号，因为他电脑里根本就没有那些资料，而且他从来没有在家里上过内网。你可以好好想想，到底是谁这么急切地想删除红杉的数据？不是我，也不是夏冬。 而是你父亲，我是让你相信自己的直觉。可你的直觉又是什么呢？是谁让你在跟你父亲谈话的时候打开的录音机？是你自己。 因为连你也不相信他。